因为站台手伸下去的话也是够不着的，那个缝隙又很小，又不能够直接下去。然后就发现那个屏蔽门那边有一个地方相对而言位置会宽一点，我就准备去试一下。然后我下去以后把孩子抱起来一看，看到孩子没有受什么很明显的这个伤啊，我当时心里就松下来了。